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关了阿姨，阿姨，怎么过来了？你在这干嘛呢？买菜。买菜，阿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哎呀！跑到这里干嘛呢？能不能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是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那你吃那家伙，你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不要，你不要老是凶我们。我敢凶你哟，我可不敢凶你。我凶你干啥呀？我凶你。嘴巴讨厌。哎呀，我姐真的是，我姐不知道，就是她就是不想想，我知道。要是我姐也来的话，就能必须今天必须把我姐带回来才行，让她看看阿川家是多么的好，嫁给阿川是多么的好，对不对？哥哥姐姐们，你说是吧？你看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啊，说什么单位这样子的，真的是我就看不惯他这样子，知道吧？烦死了，他老是这样子，真的是。你看人家那个啥都。哎呀，我不想说这些，真的是。反正我们今天必须把他接过来，他不来也好，来也好。那肯定能接回来，有个惊喜等着他。你听到了没有？阿川要给我阿姐一个惊喜了。不是我，他肯定是你准备的。阿川，我跟你们讲，阿川还是喜欢我姐的，知道吧？我心里面是清楚的。那是你给你姐准备的，不是我准备的。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呀，你看、他不喜欢我姐的话，哦，他也不会去见我姐，知道吧？我因为什么去接的？你们说对不对，哥哥姐们？你们说是吧？而且我阿姐的话，哦，要是嫁给阿川的话，真的太好了，知道吧？你不要反复的说这个问题，再说我让你下车去了。我不说。你们就不要在这里乱说，人家阿川也很好呀，对不对？也不比谁差呀，是吧？而且他们家这么的，我都没有想过他们家这么的好看，知道吧？我的天哪，那些灯啊，哇，那些床，哇，那个软绵绵的，好舒服呀。天哪，太舒服了！要是一直都住在他们家就好了。三百米有测速拍照，限速60，当前车速50。那你嫁给阿川，我怎么可能嫁给阿川？阿川是我姐的，知道吧？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，阿川是我姐的，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，他们两个是那个天生的一对。我感觉你少说话比啥都强，说实话。那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人家阿川也挺好的呀，对不对？不比阿伟差，对不对？他心又那么好，对我阿子姐又那么好，他就是心里面是有我阿子姐的，哦，他就不敢说。你还要乱说，我坐在你旁边在乱说，不敢说出来，你用麻烦把你撵下去。哎呀，你好好开车嘛。听到了没有？你好好开车。他话多得很嘞。我们现在接娃子姐的路上，而且大城市里面车也很多，知道吧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车，知道吧，哥哥姐姐们？太危险了。带我去这里玩，那里玩的，我自己就是不，我自己的话真的是，哎呀，乡巴佬一个，知道吧？他只会在那卖菜，真的是，他都不知道会享福，知道吧？他这个人太傻了，怎么感觉有点模糊的感觉？这可能是晃来晃去的原因。叫他不用等那个人了。但是他就是不听，知道吧，哥哥姐们？他就是不听我说的话，他就是老是这样子，老是说我要等这样子的，我直接无语了。他这个脑子不知道被阿伟灌的什么迷魂汤啊，他也不知道阿川是多么的好，而且阿川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，他们两个才是最般配的。人家阿伟的话哦，那么那个啥的，对不对？
我们又是从农村里面来的，我们哪里配得上他了吗？对吧？他连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我们知道阿伟爸爸条件很好呀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家庭条件比我们都很好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配呀，对吧？我们不配跟阿伟一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劝我阿姐说的是不要等他了，这样子的是吧？各位姐妹你们说对不对？而且阿伟的话，哎，反正我是不喜欢他哦。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他，但是我不喜欢他，太烦了，知道吧？这个阿伟，你看他把我们两个啊，我们两个带到城市里面来，带到他的公司里面上班，没想到我们两个被他给抛弃了，他还把我们两个给开除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看不惯这一点，真的是什么意思嘛？把我们两个带出来，还要把我们两个开除，我们两个现在啊，你们看我自己现在就。现在只能卖菜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说的不是吗？小声点。我说大声点怎么了？我说的又不对，我说的又不是错的，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。你小声点行不行？干娃子姐，现在我们两个流落到什么地方？真的是，你饭都吃不起这样子的，烦死了。天天跟着他吃那些没有营养的，我都瘦了，知道吧？你看啊，我在山上的时候，我胖胖嘟嘟的，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一到山上，我一到那个城市里面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我吃也吃不饱，玩也玩不好，睡也睡不好的，我都变瘦了。我再问一句，你这两天是不是有人给你撑腰？你最近是不是飘了？那我说的是实话呀，我说的。不能吃苦吗？本来就是这样子呀。不能吃苦吗？不能吃苦，怎么吗？啊，我在山上总比在这里好多了。在山上的话，我胖嘟嘟的，这么可爱。虽然吃那些土豆啊，但是我还是，你看，我还是那个啥呀。你再不听话，你信不信我哪天给你偷摸给你送回去？在这里的话，哦，天天吃那些素菜，天天吃馒头，哇、哦，我的天哪，我都好久没有好好的吃过饭，天天吃粉，我一样都不足了，我都变瘦了，我也长也长不高了，知道吧？这样子的话，哼。你信不信我哪天我本来就给你送回去？你再这样说。你还能把我送回去，笑死了，真的是。你就好好的把我阿子姐那个，怕他又说我啊，我就不多说了。烦得很，真的是，哎呀，阿子姐也是啊，阿子姐也是肯定是被他惯了什么迷糊的，说了什么那些。跟他说了什么事情，所以我阿子姐才会这样子的，我感觉，不然你看傻乎乎的一个人，对吧？我阿子姐就是太傻了，知道吗？他现在还觉得他那个人还会来找他，知道吧？我直接无语了。而且他卖菜的时候每天都卖到很晚才回来，哦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。有一次哦，我们两个有些时候还不吃饭，真的是，我在这里真的是，我之前让他打电话给阿川啊，我说我要打电话给阿川，他也不让我打电话给阿川，他也不让我跟我爸妈打电话，他也不让我跟爸妈说。你也就真的很嚣张，说实话。我哪里嚣张了？你就是到我家里了才那么嚣张。我到你家里了，我才那么嚣张，你笑死我了！真的是，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好吗？哼。你就直接到我家里了，我才不敢说你。你现在也可以说呀。不敢。有什么不敢的，对不对？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我们今天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今天就是专门去我见我姐的，知道吧？去看看我姐她在干什么哦。一会儿我知道卖菜的那个地方，哼，我看，我跟你们讲，别人都不想买她的菜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天啊！
太丢人了，真的是。你看人家卖卖菜的那些阿姨啊，都是比他老的，那人家年轻的以为啊，卖菜的都以为，我感觉啊，卖菜的都以为他，你看他那么年轻，对不对？谁会买他的菜嘛，是吧？人家肯定会选择那些老太太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每天都要去卖菜，真的是丢死个人，把我的面子都给丢光了。每天在那里还啊卖菜卖菜这样子的，啊我晕，真的是无语了。而且又赚不到什么钱啊，对吧？在那里真的是站坐在那里一天，真的是脚都要抽筋的，真的是累死累死累活，真的是也赚不到什么钱，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哦。我怎么就没有面子了？长得那么好看是吧？我长得那么好看，我的天哪！我要去，我长得那么好看，一个大美人，我居然去卖菜，这不笑死你了是吧？你老好看了，你要脸脸什么？我不好看吗？你要脸脸什么型？我肥肥的，胖胖的，这么胖嘟嘟的，对不对？这么可爱，哼！真的你。你居然说我不可爱，你居然说我不漂亮。你再聊着，你看我真的说不说你爸爸。我跟你讲，我比阿紫姐漂亮多了，喜欢我的人从我们那里排到了镇上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真的是。还好今天没有吃晚饭，我真的吃晚饭，我估计我要吐出来，真的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说嘛，真的是，我本来就很漂亮呀。你老漂亮。你看我的鼻子那么高，看到没有？我的卡斯拉蛋已经那么大。卡斯。你看我的嘴巴好性感，大脸盘子是吧？漂不漂亮的？你漂亮的很，我本来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快到了。没事，快到了就到了呀，我知道路。你知道路？对。要不要跟你姐说一声？不用，我们就去，我们就直接给她一个惊喜，哈哈。我害怕是惊吓，那到时候，那我是说，今天这种情况，到时候他改天他说我赖我，那我到时候怎么办？说我说的，什么你说的？那还有啥？你那天回来，你那天晚上吃东西，你说了啥？你心里没数吗？那就说我是我说的就行了呀。我管他，本来就是事实嘛，对吧？喂，在哪儿啊？我在就是车子上，啥子呢？喊你吃饭。哦，我吃不到，我现在有事。来不到吗？啊，我现在有事。嗯，好吗？今天给阿紫姐哦，好，来一个惊喜，知道吧？大大的惊喜。阿春，阿春，干嘛？你还忘了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追我姐的吗？啊、你现在这么快，你就忘了？闭嘴！我的天啊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闭嘴！我知道你心里面有他。闭嘴！你心里面没有我的话，你为什么那天要来接我们？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，你就直接。闭嘴！我就要说怎么的？你们看啊，哥哥姐姐们，他是喜欢我姐的，知道吗？你闭嘴吧！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，真的是哎。没理由找你哦。哼，啊，嗯，我没油找你啊，啊，找你搞什么？我吃饭。他喜欢你也可能，哼，我就算了吧。他是我阿紫姐，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，从小就是玩到一起长大的，知道吧？而且我姐还有一段时间还有在他们家住过，所以他们两个是最般配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，哥哥姐们？你们说阿姨莫说的对吧？而且我的话啊、哦，我的话只配那种，阿紫姐的话和阿川配，我的话不配啊、哦！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啊、哦，乱说话不行的，知道吧，哥哥姐们？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老是在这里乱说。阿川会吃醋的，这样子说的话，我真的想给你两巴掌。你别说话了，行不？一路上你绕到了这么久，你不累吗？
我有什么可累的，我叔叔阿姨哥哥姐妹都想听我巴拉巴拉。累不累啊？我想问。我不累啊，我累什么？你看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妹都说，娃子姐你们两个才是最配的，哇，全部都是公平，全部都是你们两个的，哇，你们说是吧？真的，你们说的太对了，他们两个就是最般配的那一对，知道吧？我的话年纪还小，我的话慢慢来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妹，你说是吧？我还小呢，我慢慢来啊。娃子姐的话，你看老大也不小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是吧？该结婚了，该成亲了。阿卓也一样啊，你们两个，真的，你们两个可以那种好好的发展一下。说实话，你有些时候你的话过于太多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有不多呀，对吧？有些时候你的话可能过于多。而且娃子姐，要是嫁到阿川那里去的话，直接就是去享福的，直接不是去做媳妇的，知道吧？直接去，哇，真的，想想都羡慕。要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了的话，羡慕娃子姐，对吧？我们马上要到了，哥哥姐妹，没有，我去偷偷的去看一下哦，看他在干什么，我就给他一个惊喜，惊吓。怎么走？啥？怎么走？怎么走啊？前面右拐。你当时把这边混熟了。我知道呀，这个路我肯定知道。我们住哪里呀？难不成我们住哪里我都不知道吗？而且我们住的那个好偏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真的是住的什么地方呀，直接住上下铺。我胖，然后我就睡上铺。你是不是非得又让我挨顿骂？我姐就睡下铺。是跟阿紫一起找的房子，对吧？对，我们两个直接睡那个上下铺。我睡上铺，我姐睡下铺，而且好小。是单间。对，而且刚来的时候是合租的。合租跟谁合租的？跟那些阿姨呀、啊。就是一个房子，一个房间里面住很多人。有很多人，对，有两三个阿姨。哦，我们两个住的是最小的那一个，然后还是东西都放不了。哇、哦！是谁去找的吗？我们两个自己找的。最小的。嗯，因为没有办法嘛，然后就只能找那种。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刚来啊，好热，那个时候连个空调都没有。哦，天天，而且还有蚊子。怎么走？有一种那种小小的蚊子。怎么走？就又到十字路口了。这，左拐，左拐。走错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再跟你说。不会走错。你看着路吗？看着路给奥昌指一下。好好好。你们是不知道我们住的是什么地方。真的是，而且我们两个一旦大声了一点哦，他们还会骂我们。他们说把我们两个。你是非得逗得我快到了。我们两个要是再这样子的话，就把我们两个给撵出去了。哎呀。又不是我的责任。而且我们两个每次都是直播的时候，给你们直播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都是很小声的，知道吧，哥哥姐们。看一下路怎么走。右拐，右拐。是不是快到了吗？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马上要到了。马上到了，哥哥姐姐们，一会儿我们就能见到娃子姐了，看看她在干什么。怎么不打导航走吗？不用打，上次阿川也来过一次的哦。导航了，我这车上屏幕是啥？哦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但是卖菜的那个地方我知道，马上就到了，哥哥姐姐们，马上我们就能见到娃子姐了，哇、
我们今天必须把他给接回去，让他知道嫁给阿川是多么的幸福。你闭嘴吧你！你是非得让我天天挨骂才可以吗？你不要这样子说嘛，对吧？哎。幸好有阿川在，真的，说实话，哥哥姐姐们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就那个，哎，我们两个要是做不成功的话，我们两个就想着要回家了，知道吧？幸好，哎，还打电话给阿川了，而且那个时候他都不让我打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受不了了，然后我就真的，我就打电话给他了，接通了啊。给你们看看，阿子姐在那里，卡都没有，那个灯就是阿子姐的。走走，小声一点，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啊！阿子姐，哎呦，是不是？哎，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阿川呢？我们两个一起来的。天哪，你俩怎么过来了？你们两个？那个，你忙完没有啊？没有啊，还有一点点。你们两个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他说的。我说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卖菜的地方，然后我就带着阿子。那帅哥姐们，我去刮胡了，去阿超直播间嘛，然后阿姨莫跟阿超他们两个过来了，去刮胡了，拜拜。阿子姐，你们两个怎么跑过来了呀？今天，我们两个，给你，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我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说你们两个？阿子姐，我跟你讲，这阿川姐太好玩了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全都怪他。你不要挡着我的菜，你站一边好不好？你不要挡着我的菜。你还有多久弄完吗？还一点点，到时候应该卖不掉，我就给阿姨。我给你带了一个人过来，你要不去见一下？刚不是刚刚他们说小猫过来了，刚不是小猫吧？不是。你怎么可能吗？不是小猫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，阿子姐？没有，你放心，这个你放心，我没有。你是不是把小猫带过来了？没有，给你一个惊喜，姐。没有，怎么可能嘛？我跟你说，你把小猫带过来，我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这有什么的，我怎么可能把小猫带过来嘛？他要是来的话，他直接气冲冲的就来了。别打碎我的菜好不好？哦，我知道。打着我的菜干嘛嘛？这个人你认识？你从小都认识？阿姨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在这干嘛呢？买菜。买菜，阿姨你怎么过来了？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哎呀！好了，是你干嘛呢？能不能啊？啊？怎么过来了？我怎么不可以过来呢？我怎么？家里面就这五毛啊，知道吧？那天晚上阿英在那里说了，那天晚上吃饭的一下说漏嘴了，然后我妈就非得让我把她接走，你知道吧？我妈不是年轻，她保养的好，那保养的特别好，那一年。阿姐，你不要哭了，哭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不卖了噻，不卖了，收着，把这些东西去收着，全部收着，收着走了，不卖了。阿姨，我想哭，你快来看我。我妈跟说了，保养的好，知道吧？哎呀，烦死了，真的是一天天的就知道哭，我直接无语了。不要哭了。那天晚上他吃饭，那说了嘴的时候，他腿受伤了。然后我妈骂了我两天。好久没见你们了。我妈保养的好，再说一句，家里面我妈保养的好，她不是啊，她不是说年轻，是保养啊。她每年化妆品呢，不加上那些吃的喝的，掉过十来万。哎呀，我在这挺好的。不要乱说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在这挺好。怎么可能？我说那我的菜还没有卖完啊。
子姐今天不要乱说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乱说，我们怎么骗他了？都说了，我妈保养得好。哎，家人们，你把东西用一下。好好好好，那你们先，完了，不要我了。这家伙不要我了。他在气的东西。那我没办法呀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我这两天天天挨骂。你刚刚话不准说，以后来看我。那我也那个啥的嘛，哎呀。我让他不听。你们这块挺好的吧？